今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晚啊，啱啱就系星期五嚟噶吓，9月29号，大家可以尽情咁庆贺一番。已经准备好中秋节月饼未咧？嗱，如果未嘅话咧，不如参加以下嘅一个游戏啊，随时有机会可以获得大自然素食送出嘅猫山王榴莲月饼一盒。每盒月饼嘅售价系港币238蚊嘅。参加游戏嘅方法好简单嘅咋，只要你系智云频道嘅订阅者 subscriber 就可以参加噶啦。净系需要做两件事嘅啫，第一，将你喺智云频道睇过嘅任何一个节目，包括埋 short short 地同 Changlish share 到你嘅 Facebook， 用一个具创意嘅理由邀请三位好朋友成为订阅者。成唔成功都好啦，都有机会得奖嘅。我哋会选出最具创意同最有说服力嘅朋友，送上超好味由大自然素食出品嘅猫山王榴莲月饼一盒。这个游戏咧会喺9月9号星期六截止，得奖公布日期咧就系9月12号星期二，领奖日期咧就由9月15号星期五去到9月17号星期日嘅，即系农历八月初一至到初三，有兴趣嘅朋友快啲参加啦！即刻点击喺下边 description 栏目当中嘅 Google Form 连结，提供简单嘅联络资料，方便我哋能够直接接触到你就得噶啦！快啲参加啦！